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在视频里我想与大家分享有关如何看待钱财的事。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钱财是身外之物，但却没有能力胜过钱财的诱惑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钱本身有一个力量，它会控制人的心，一旦人被控制之后，他会渴盼得更多，但心里面的满足却是更少的。弟兄姐妹，想发财的人是危险的，那发了财而满足的人更是危险，因为他感觉不到心里的空虚与贫穷。今天我们在世界看见很多人不受约束地追求财富财力，那在教会里，信徒虽然都知道不应该贪钱，但却心里偷偷地重视钱财，以此为价值和生活的安全网。那弟兄姐妹，我想问各位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的心情是不是很容易因钱财的得失而受影响呢？那第二，那你做的很多决定，例如上班、处事、待人等等，是不是都从钱财的因素而来呢？那第三，我想问你，你手中的钱现在与传福音、拯救人的灵魂、建立主的国度有没有关系呢？弟兄姐妹，你要很真实地问自己，不要自认自己是不爱钱的。你可能没有偷，也没有直接的贪，但这不代表你没有钱财的捆绑。钱正在管理你吗？还是你在管理钱呢？那各位好不好，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段经文，在箴言书第23章第4节，这里说，不要劳碌求福，修障自己的聪明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弟兄姐妹，其实钱财对人的肉体似乎是最重要的，但对人的心灵却是毫无价值的。钱财是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灵任何一个部分的，它不能给我们幸福，不能塑造我们的品格，也不能加添我们的智慧，就只是钞票带着肉体的方便而已，除此以外没有了。那圣经是更明确的讲到钱财的本质是虚空的，所以说不要劳碌求福，不要把你的精神精力放在要多得钱，更不要为了钱财牺牲你的关系，因为钱财是何等有限，何等暂时的，它不能买回爱，不能买来公义，不能买来人的信任等等。并且今天所看到的钱财，明天因着有一些的情况、条件或者世界的变动，这些钱财都会变为无有。这十多年来，我们一直都看见这个金融界的变动，人的财富是继续受到影响，和如鹰飞去一样。那我们也看见，当人爱钱财的时候，他们很快失去人性，失去判断力，他们伤害家人，伤害国家，甚至最后伤害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说了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，你们不能同时爱钱也爱上帝了。人爱这个就是恶那个，人重这个就是轻那个。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向我们敞开一个事实，就是人在爱神的道路上一定要面对钱财这关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，就是当他拥有了父，他拥有了一切了，他就算生在马槽里，在贫穷的拿撒勒长大，甚至生长为一个木匠，他也是最荣耀最富裕的。他不但肉体没有缺乏过，他也把真正的富裕给了人的心灵。当人饥渴神的道的时候，
我们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能喂饱他们，不但确实的喂饱五千人，而且也有余。各位，如果你今天因着一些缺乏来痛苦，让我告诉你，你更大的缺乏是不能让主耶稣占据你的心，你不能因他而得满足。我的人生经过好几次，当我单单因得着主而得着了一切的同时，我发现我并不需要求，神也是有余的加给我。当我明白了这个奥秘之后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绝不要将我尊贵的心灵浪费在虚空的物质上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发现神开始给我恩膏，给我聪明，给我智慧，也把人的生命交给我。最后，我想跟各位再读一段经文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让我们一同来看第四章28节。保罗说到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最后，我想告诉各位，如果你是已经在钱财上不受诱惑的人，我想进一步的挑战你，就是叫你用你的钱财来祝福有需要的人，也参与主的事工。神让他的教会与他国度的事工有需要，这是因为要让你参与在其中，得着那冠冕。你不被钱财诱惑，那不是最大的能力。倘若你能将你的财富用在圣工，用在拯救灵魂、建立主的工作，那才是更大的能力。我盼望你能够成为金钱的主人。